好了，在看完那么多让人兴致勃勃的地点之后呢，你是不是开始打算策划你的下一次的旅程啦？不过其实还有个遗珠之憾，墨镜哥没有讲到，就是应该说这个地点呢是最刺激啊，但不是第一次的地点，就是。Number 5是暗巷。讲到暗巷呢，就想到一个词叫 LP 干逼。这个是那个网友自己酷手的一个词啊。实际上他们的前身叫 MP 魔幻力量。为什么叫 LP 力量呢？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太多了，负面的这种事情太多了。就像是2016年嘎嘎在暗巷里面呢，这个宝儿这个新闻当时可以说是非常的轰动了。然后造成了很多的那你看，像名人都忍不住会在暗巷做出这种事情，那更不用说这个地点呢，一定是很多人喜欢在那边尝试的地方啦。这种昏暗啊，好像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呢，往往就是会勾起人们的挑战的心态，或者是说想要去冒险的一种心态。这种阴暗的地方呢，总是有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，有没有？那我看这个资料是说啊，其实不仅台湾人喜欢那个地方，连印尼的男女呢都很喜欢以那个地点当作一个开战的所在。我看这个资料是说啊，印尼男女呢如果看对眼，就像是他们第一次可能在 pub 啊，或者在什么夜店啊，或者在其他的社交场合看对眼之后呢，他们可能会以一句话作为暗号，就是要不要去暗一点的地方？真的假的啊？那还有另外一种问法，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去角落呢？这个话讲出来，大家彼此心里就有底。如果 OK 啊，那就代表接下来有好戏要上场了。好了 ，Number 4，第一次地点竟然是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。哇哦，这太激烈了！平常这个地点呢是很多人来来往往的办公地点，那也是非常多人会在那边鸡巴鸡巴的地方，上司很鸡巴，同事很鸡巴。但是呢，如果下班之后，同事、老板都离开了，那如果里面刚好有一个人是你的对象，办公室恋情，哇，接下来就好戏看了。当然啦，不是只限定办公室恋情，如果这时候呢，男友来接你下班，或者是女友来探访，空无一人，会发生怎样子的情节呢？你当然就想象得到啦。这种白天呢非常激烈我说的激烈是指就是情绪上，老板呢可能在靠背你啊，同事啊你很鸡巴，然后很多公司要处理，压力很大。那白天是这样的情况，晚上呢变成另外一种激烈的方式宣泄自己压力，然后呢随时可能还要注意有没有人会突然跑进这个办公室里面，这种肾上腺素的迸发，哇哦，这个地点呢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刺激。再来第三名，这个地点呢好像可以理解，又好像不可以理解，为什么呢？它是 KTV， 各位你能想象吗？在 KTV 里面，这个以墨镜哥自身经验，以往我去 KTV 是三五个人、七八个人、十几个人在里面的，这个要怎么搞呢？我突然想到一个点，之前墨镜哥唱歌的时候呢，好像有看到，还是说就是大家在传啊，就是有两个人进到厕所里面，然后很久之后才出来。难不成就是因为这样吗？虽然实际上这个 KTV 不是在那个大包厢之内，而是在于里面那个小小的厕所。那如果好了，如果假设是两个人自己去唱 KTV， 就一对情侣自己去唱，那就说得过去了。因为 KTV 呢，这个灯光呢昏暗 ，beautiful， 非常好。当然呢，音乐也可以自己放。如果是坏男生，这时候就点个浪漫的音乐，来 music。OK， 这个灯光音乐都有了。接下来只差男人的甜言蜜语。好了，接下来男人如果在那边甜言蜜语发大财之后呢？这个接下来的剧情大家就能够理解啦。另外我看到啊，这 KTV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音乐很大声，不怕你叫。这个叫是谁在叫？是什么东西在叫？是叫出什么声音？这个就不好说了。这个就这情趣，心照不宣啦。再来 number two。是刚讲到的，不对，这边是讲浴室，实际上跟厕所是不是一样的呢？严格来说是不一样的，但广义来说又是一样的。那我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会挑在浴室啦，会不会啊？我觉得严格来说是厕所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墨镜哥在高中
还有国中就学的时候呢，就常听到有那个隔壁班的或谁谁谁又跑到厕所里面去啦，很久之后才出来啦，那就是出来之后呢，两个人都脸红红的。哎，这个他们为什么会流那么多汗？为什么会很喘？为什么会脸红红？这个肯定不是在里面做什么健康操之类的，而实际上也可能是做健康操，健康操，用力的健康操。啊，对，很健康。OK 啊，这误会了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健康操。所以我觉得严格来说应该是厕所，因为就没办法嘛。假设学生在学校真的看对眼，那当下呢两个人又非常的战斗民族，非常的好战，恨不得想要好好的修理对方一番，那不可能在教室嘛，大家都在，怎么可能？想当然，最隐秘的地方就是那厕所啦。不然呢，还有就是校园的很远的那种角落，比方说墨家高中的时候，有一个建筑很远很高，然后他那个地方很少人去，就也曾听过有人在那边。还有个地方啊，就是安全门，有没有通往顶楼那个安全门？那个地方是很少人会去的，尤其是那个安全门是不开放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很少人会去啊，就可能会有男女在那边。那还有另外一个证据啊，就是很多人在打扫厕所的时候呢，尤其是高中，我自己的高中啦，常在他们的厕所发现那个套套啊，什么套套就不说了啊。看来真的很多少男少女忍受不住啊。好啦，再来的 No.1 终于要登场了。不过墨镜哥严格来说，我觉得这不是第一次的地点，而是第一名理想的地点吧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因为这边的地点是旅馆或者是 motel。 那如果他真的是真的啊，那应该就不是学生了，就是会投这一票的年龄群呢，应该就不是学生啦，因为学生通常不会去嘛，因为第一个钱会花的比较多一点，然后学生又比较没有这方面的经费，这样学生的经费呢，通常弄一个套套就会破产了，有没有？怎么可能还去花个一两千去弄一个旅馆或者 motel 呢？通常是只有上班族啦，或者出社会的那一种，或者是夜校，好啦，夜校生有可能，因为他们有打工，有点经费这样啊。那如果这个是针对有经济能力的出社会人士，那就有点合理啦，因为在旅馆内呢，灯光美，气氛佳，又只有你们两个人啊，这实在是绝佳的地点，此时不更待何时呢？那如果是在 motel 里面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motel 跟旅馆是不相同的，各位知道吗？这个啊，学生你们知道吗？旅馆很正常 ，motel 呢里面就有可能稀奇古怪的东东啦。哦，那个有一些隔息可以让你们自己去把玩哦。那在这样子一个非常催动身体里面的各种激素的情况之下呢，什么激素不要多问，这就很容易发生这个各位能够猜到的剧情啦。好了，在看完那么多让人兴致勃勃的地点之后，你是不是开始打算策划你的下一次的旅程啦？不过其实还有一个遗珠之憾，墨镜哥没有讲到，就是应该说这个地点呢是最刺激啊，但不是第一次的地点，就是阳台。哈哈哈哈，这个在阳台弄啊，这个太狂了，真的太狂了，这个弄出来应该多多少少会上新闻哦，不然就是会有影片外露。那这个地点太过刺激，我相信应该是比较少人会想去尝试哦，应该说很想尝试，但很少人会实际去尝试。通常会看到的地方呢，就是在那个东洋或西洋的影片当中。好了，认真说，很多地点呢是不要去做尝试的 ，OK？ 因为呢，不仅有可能就是吵到别人，就像是拿病房，就像是拿阳台，叫太大声，底下邻居看不下去了，小心他们从底下丢东西上来，跟你讲，不然就是呢会残害到那些保育类的单身狗啊，这不行，这个被看光之后就不行，这个不仅造成自己的伤害，也造成别人的伤害，双杀，太残忍。其实更重要的啊，就是还有妨碍风化的这个问题，就是不要在公共场合做一些事情哈，要不然你可能会被逮走这样子，然后还被罚钱。不过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呢，当然就是你们的隐私可能就曝光啦，要保护好你我，知道吗？尤其是女生啊，往往是在这种不雅影片或者不雅事件下的最惨的受害者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好好的保护女生。当然，男生啊，这个就狼心狗肺的就随他去了啊，都把你骗走了。那男生管他，管你假赛。好了，再我们看一张图，这个就是墨镜哥刚刚所讲到的这个排名表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有声量跟它的刺激程度。它的声量程度呢，就是很多人去投它的这个啊，就反正就大家知道。那刺激程度呢，就是刚墨镜哥所讲的啦，有一颗星，也有到五颗星。那像是五颗星的，就我那个办公室啦，还有那个病房
哇，病房真的太狂了，这真的太狂了。墨镜哥亲身住过三个晚上吧，还是四个晚上，有点忘了，就是之前开刀嘛，脖子开刀。哎，这真的太狂了，跟你们讲，那个走廊啊，人走来走去的、啊，护士应该说护理站或者是护理人员，可能都在外面忙上忙下，随时可能会有人进来。还有对我说这个人，第一个人是指护理人员，那第二个呢就是指其他病房的应该说其他这个病房内的亲友啊，那什么，就是其他这个病房内的病人的亲友会进来探访。那再来还有其他的病人都在这里，很多人会走来走去，这个就算是帘子拉起来，随时有可能被拉开耶。那个护理人员说，哎，两个血压都唰，哇，两个人的血压都很高，哇，这不用看，这病床上面的两个人都很高，这个直接可以写一个记录，就是很高，根本就不用量。那心跳也是，那个假设你躺在病床上，护理师准备把这门帘唰开来，哎，量心跳喽，一看到，哦，这心跳很快，不用量了，我下一次再来。哦，会不会变这样？这真的是很难说呢。所以这个很多非常刺激度爆表的地方呢，不要去尝试。它为什么那么刺激？是真的有原因的，好吧？好了，那就给各位自己参考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请按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，然后留个言让我知道哦。哎，不要忘记留言告诉我，还有告诉其他的人，或者分享给大家你们第一次地点在哪里。好了，目前每天都要发布新闻，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。See you tomorrow， 拜拜。